信众诚心的祈求者，有的是为了孙子的课业，有的是期望自己可以事业有成，希望能够求得文昌笔，为家人或自己带来好运气。我有来博杯，我有博一杯，伊有输我一支迄个文昌笔。啊，我来求的目的，就是讲要会让我会当合家平安，工作会当顺利，子孙会当这个开窍智慧啊。甲咱孙开窍智慧，啊，互因学生啊吼。发挥伊个所长。今年初，正逢主管文运、武文昌神之一的朱一新君降临，在此位神明的指示下，初次给在地学子文昌笔，也开始供有需要的信众请示并求取。咱今年年初吼，开笔的时阵吼，咱每一礼拜拜是拜五，咱因主公拢有在这里混乱，啊，拢有在乱笔拢个指示。啊！就讲所以要来帮助咱这个社会啊，要做一个文昌笔，然后这个像咱德山高中的毕业生啊，要送一个文昌笔，互伊将来呢吼，会当照伊心愿来各机关安尼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要帮忙这個社会做事业的人、做生意的吼、做官的吼，拢会当帮忙，会当心想事成。议员蔡宜柱欢迎考生与业界人士前来竹山的文武庙刻名工，求一支文昌笔，为课业及事业加持。伫今年开始，有提供这个文昌笔，要来予咱遮个信徒大德，来求这個文昌笔吼，予遮个学生要考试的吼，大家拢会当吼，金榜题名，求这个文昌笔，予这做生意吼。要甲人签契约也好，吼，嘛拢会当安尼真顺势。伫遮嘛欢迎咱南投遮乡亲士大来刻名宫，来祈求这个文昌笔吼，甲你祈求这发财金同款吼，来有牌有保庇，有求吼，嘛拢会有保庇哦。宗教对不少人们来说为重要的心灵寄托，刻名宫的文昌笔是让有相关愿望的信众们得到努力下去的动力。议长和圣峰也欢迎各地民众有空到刻名宫拜拜，祈求顺利。民视新闻熊心怡竹山采访报道。